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人看人跋倒鬼看鬼乌路的鬼峰。哦哦、哎呀，我是自闭自叹派命人的主播。哦哦哎呀，为什么你要讲自己自己派命人呢？你有所不知，因为我一礼拜七天拢在上班，感觉真忝，非常的辛苦啊。哎呀，真是安尼，起码呢，这个司机摆个连这个地价拢爱加班吼。有什么什么地价？无啊，啊人是伫公司上班，啊你是贵东人嘛是伫地价上班，敢唔是？如果我借问一下哦，你的工课是伫油顶边啊咧倒油，啊是咧倒沙边咧擦刀啊？喂，我伫铁条边咧烘条啊，你使无？没有礼貌，你是甲我当作骨头还是咩面？我当然行啊。哎，不好意思，我叫道具哈。哇，这个你来看，这是新骨头啊，新咩面？哎、欸，我刚刚就成酒塞了。我跟你讲，哎、欸，你们师傅，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对对，给我，哎、欸，董平康，给我爸爸，哎、欸，董平康爸爸，董平康铁雕，董平康铁雕，啊，你人如拜啊，那喂，好啦，啊，今天要讲什么故事啦？今天咱们来讲的这个主题是跟第一次有关呢。哦，人家的第一次，那一天是要去毕业旅行。我那个同学一直说来嘛来嘛来嘛，我说不要来来来嘛来嘛。陈奕迅第一次不就是不要说这样子，人家是很受欢迎哦。不然呢，那来讲哈，今天你被你讲告诉，这是他的巾帼女英雄海底鸡，把那告诉我。发出了哦。发出了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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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出了哦。啊！呼吸我今晚，千年。公主，那是巾帼女英雄，以后谁敢点书香，有点找我了，你做亏的皇帝哦。就这个海底鸡，人吃无简单，阴缘等人看，上册人脑干，会使算讲是一切拢是真美满。但是就在伊十七岁时阵，恐怖代志煞来发生咯。有偌恐怖？普通啊。我问个遐严重，你嘛咧应该严肃就是。安尼哦，你个问一摆。有偌恐怖？还好。好啦，我来说好啦，加恐怖啦，是哩。这个胡锡章下令宣布全国的老百姓，只要是出来内底有男丁，至少呢，拢要派出一个查甫出来做兵，为者全家做卤肉饭。干嘛？实在是非常的恐怖，这个命令对着真济家庭来讲，确实是挺不幸的代志啊，是哩。这个海底鸡，因到赶快在这个时阵的赶快的时间呢，接到这个兵单咯。这张兵单就是要通知咱因老爸去做兵啊！哎呀，但是咱因老爸已经六十几岁，是要安怎样去做兵呢？代志并不是妖魔鬼怪所想的遐尼简单。我，是哩，一路平塌塌，走向战场老红红，安尼啊，就决定了呢，这个海底鸡要来去大呼将军咯。第二讲。伊就将因老爸军衫穿好，军帽戴好，军鞋穿好，宝剑穿好，兵单收好，物件穿好，拜别了父母了后，就去困啊！笑诶，哈，你去困？什么？你想要做兵？爱要去做兵，真正敢免少困一下。你这人啊，真正有真有少真有劲，你知嘛？你可以困一下。第二天我较早起来，伊唔只有开来谈我去做兵。哦，安咯，做兵来继续讲落去啊。是哩。第二天透早，这个海底鸡准备要出门代替因老爸去做兵的时阵，因老爸就安尼突然间出现咯。啊，你是飞，就是飞，飞多远？公告输了，是哩。第二天透早，这个海底鸡准备要出门代替因老爸去做兵的时阵，因老爸就安尼突然间出现咯。懂嘞，阿爹，你是要去倒位？阿爹，我决定，
决定要来代替你去做兵。不行啊，伊是一个查某囡仔，哪会用去做兵？阿爹，你看我即马是不是是亲像查甫还是查某？你看，是两行拢无成，你敢那鬼啊？你安尼讲人啊？你我爱我做母亲啊！哦，无论如何，你是一个查某囡仔。小贱根本是去丧气嘛！我不准你去！我吼！为什么公道机啊？好吧，算是不为你啊！就安尼，这个地主一直跟老爸苦苦哀求，因老爸嘛是无咧答应啊。后来呢，不得已呢，只好带着他爸爸一起去做兵。这就是后来代父从军的故事啊！代父从军故事安尼，对对对，海底鸡。妹啊吼，带着他爸爸一起去从军，代父从军。故事已经讲得爽哈，我今日继续去讲。欢喜叫另外。无啦，无啦，无啦。你也知无哩？你到底是要讲故事无啦？好啦，我老要讲啦。是哩，讲到有这个将军，那是在这个高速公路经过五股，还没到南口时阵，就一定会出现一个叫做泰山收费站。我吼较早常常为遐经过，啊，这收费站的小姐，我拢真熟。啊，若不离过我为遐经过，拢会拍我背脊。而且我较早也伫遐做兵。是啦，听讲你是宪兵嘛？哦，我宪兵。是啊，即款人替佮做宪兵，听讲你的指挥官海底鸡，上你背字是对背字。嗯，你讲啥？你啊？英俊提拔，这个玉树临风。慢走，慢走，干什么？慢走，慢走，没纪律了，没纪律了，卖假品，卖假品。从今天来对飞机，玉树临风。今天没跟我来呢，其貌不扬，体态不良。有没有看到的飞机？天上一段祥思现在，好了，卖软了。通过有这个胡须章。你卖看伊个模点哦，哇，有一首真好听的这个主题曲。小邓，嗯，我身为音乐这创作家，嘿，我哪不知你用某一首主题曲啊？安尼好，给我一个 EM， 我你是 EM， E 麦啊 ，E 麦啊。七公里只带起来，转弯你都不在，一天七星下来顶落来。你是不是靠比爱？你讲我有气起来，气起来，气起来，夹着我的乌托邦，乌托邦，我爱在写一条银行债，我愿我都抛债，一时一个大口袋，大口袋，大口袋，这个亲像妖魔鬼怪，妖魔鬼怪，一蕊好花插不塞，不塞不塞，夹大布，我只爱只在乌比爱。在手机真无奈，收来。做无啥，哎，你是讲啥？做无啥回来拜假，卖好袂想啦。是放猪的过，系啊。是啥物款的傲人，啥只款的傲瓜咧？这是神奇，但神奇侏罗山林奇哦，健康就大咖。他今天，今天刚刚我看你说什么？今天哎呀，今天给，今天乱讲啊！你唔想五万块俾我，你叫拖真久才好哩。唔做拖真久，买后买款拢无剩啊！今天麦登峰现在开个什么两间公司啊？哎，今天哎，哎呀，个人作业个人打。今天的公司故事，你竟然就讲干呢？我讲伊手机三张钱金牌，我今日即就做了，你就消失去了。喂，卖我别讲，我手嘛要三支清香，因为这个咱所有的工作人员所写出来一本，是这个个人作业个人打。过来了。是哩，公馆路这个国王胡须章，伊的来头非常的大。哦，你敢捌听到听过人咧讲？讲啥？千拜万拜不如国王贵手也来拜。啊，老爷啊，啊，七十五爱食素吼。是哩，啊你呐吼，啊要食这个菜吼，请你一定爱食菠菜，啊食了变泡派，啊食了头壳派，啊哪行哪棒。喂，放啥？放海带。你唔敢，你唔敢讲一句啊？对不？我唔敢讲。因为咱有上金钟奖，因咱用经过着，买啦买啦，好啦好啦，欢喜着，是啊是啊。我们常讲的是人跟人要和睦相处，希望哪一天能够达到阴阳也和睦相处。是。最重要的就是害人之心不可有。欢迎收看鬼话连篇，
信是杜先生寄来的一个照片，是一个杜好像杜先生同事啊，郭先生所拍摄，他们在这个研究所里面工作，就是一起，一起这个版面呢是光滑的，所谓反光，上面有一个横的，应该这样子看啊，变成是好像一个人的这个正面在这边啊，一个人，我们专家替我们说说看，看他们怎么看。这个机台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有个人影，这个人影的话呢模模糊糊，可是当翻过来以后，大家可以看得到这个人影呢就是很清楚了。这个呢就是所谓呢地楼神。那从灵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去探讨到说，这个地方就这栋大楼的下面呢，有可能呢还残留有所谓呢以前的人所留下的这个骨骸，他在那里呢就变成了地基主，所以呢他的出现是暗示呢要祭拜地基祖师，然后呢来保佑这个地基的人呢能够万事顺遂的。在这张照片当中呢，我们可以观察到拍摄这张照片的主角在这个反射镜里面呢做了非常严重的扭曲。那么由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一面类似镜子的反射体啊，它是可以把物体啊做一种极度扭曲的一个类似哈哈镜的一种效果。那么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来研究它是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看到啊，它从这个地方啊延上来的。那么以这样的一个线索来说，我个人认为啊，这个物体啊应该本身就存在于现场，只不过因为它经过严重的扭曲之后吧，拍摄者没有办法立即联想到它到底是属于现场的哪一样物品。如果这个现场目前还保持这样的话，我倒建议啊这个拍摄人去现场看一看。拍的时候但是后头有没有什么横的东西啊，因为我们想只要心存正念，不管它是什么我们都不用害怕，不要害怕啊。穿梭阴阳界，有钱拿来接，鬼影追追追，大便一大堆，一大堆。请在课堂上不要乱打。喂，大家一定要心存正念，就会平平安安。国人篇，下次再见。大家是不是都告诉我了？是。朗诵插提供，未受入内梦啊。你敢会使讲正经？卖我讲正经的，好啦，无正经的通讲。我讲你是你外口讲。讲你讲你无承认，讲你巧，我会起笑。而且讲一首歌啥呢？调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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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是，好的是。调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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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是，好的是。歌舞，想要跟你站拍摄，想要跟你踏脚上底，想要跟你笑你遐济回，跟你斗阵是有够衰。金钟奖好戏，错乱爱情圣诞地，我穷奇旅游，那听起不怪你，满面是红叽叽，尤其是小姑娘，心内是真欢喜，表面上伊结甲真心意哟，啊啊啊，咦咦咦，诶诶诶诶，爸爸。